哎呀，这一锅饭是我从业10年来的巅峰之作，这色泽，这香味，这就是没有人能欣赏我的巅峰之作呀！这谁家做饭这么香？刚下好的面。 要不要来一碗？下面院里有人做饭，咱们下去瞅瞅。来了呀，师傅！咱们啊，别动了，打小就这样。哎，演技咋样？可以啊，有那个感觉。 我已经有10多天没有见我那些可爱的工友们了。哦，我这个手啊，情不自禁的抖动抖动，不行，我得练习一下，要不这记忆都生疏了。哎呀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今天我一个人我也得练习一下。朋友们，开饭了啊！哎呀，打饭这得戴口罩呀，我口罩呢？ 口罩哪儿去了？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下一个。 完美，哥几个开饭了啊！呜，呀，哎呀，不是这个口罩我都给忘了，现在，哎呀，这做这么一大锅，给谁吃呀？ 饭了啊，各位！今天咱们这个打饭跟以往不同啊，考考大家的文学水平，日字加一笔，写对一个加一勺饭或者一块肉，都准备好了吧？你们几个谁先来啊？我来。甜、油、碱、深、木、蛋、白。 就美，变，看不出来，这学识挺高呀。那当然，行了，赶紧打饭吧。打满啊，9勺，你都这么高水平了，那还打？就这一盘，那朋友确实成功了啊。脑子转得好，肚子吃得饱。哎呀！ 哥，这玻璃用的是啥？宝泉，你别说，装这玻璃还挺好用的。自从装了这玻璃啊，我停车都不锁门，习惯了，没人偷我东西了。还有防盗功能。你今天都给我。今天车没坏啊，哥寻思在车上加个车载电源，旁边给手机充个电啥的。这个简单，还是老规矩吗，哥？老规矩，不是哥花不起钱啊。你看着整就行啊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把我这个玻璃上的洞给我补补啊。你们歇着。
哥，哎，哥，你看啊，哎，啊，就这大插排。看，它不仅可以给手机充电，它还兼容了220伏所有家用电器。你要在车上渴了的话，还可以热水，多方便。哥，这电暖壶要不要？我30块钱买的，卖你多少？那我还得谢谢你呗。哥，结下账吧。这水壶20，插板15，你要一下要的话，可以给你便宜。给30吧，赶紧下下！什么玩意儿？我车这个，你看你一天抠抠搜搜的，那哥又给你记账了啊！来，看咱们啊，这次聚会最主要说一点，尤其这二品，叫了7、8次都不出来啊。这次终于出来，来，你先干一杯。我这其实太怕酒量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老婆呀，啊，会，马上我早点回去啊。现在干啥呢？这事儿，实在喂猪。我吃饭呢。你也就能喂喂猪了。哎呀，你这说啥呢？哎，偷鸡摸狗。说个话都行，就是。干，这样吧，吃饭之前呢，咱们玩点新鲜的。嗯，说。把手机都拿出来。吃饭时候呢，谁要打过电话来，咱们就开免提。行，好，这主意好。谁不开免提，谁买单啊？对对对。行。这个干一个来，干一个来，来来来。等会儿，我媳妇儿，嘿，谁的主意就跟谁。开免提，开。喂，媳妇儿。喂，抱圈儿。啥事儿啊？你干嘛呢？正吃饭呢。你看，你跟二平、磊哥都在呢。啊。二平？哎，二平借了咱们10000块钱。哎，那再见，老婆。抱圈儿。哥，那我借你10000块钱呢，其实我一直没忘，我一直在身上放着呢。来来，我现在有钱了，来，给你转过去。哎呀，不用转，转啥呀？不用转，不用转。哎，过去了。你看这事整的，来，咱再喝一个，来来来来来，干一个。哎呀，我媳妇儿。媳妇儿咋了？宝泉儿，你说你那么早挂了电话干啥呀？我是要跟你说，那二平借的10000块钱别问他要，咱丢不起那个人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二平不是那样人，刚才一瞬间就把10000块钱给我转过来了。你看这事儿整，那先挂了啊。哎，看这事儿整，就是二平怎么能是那种人呢？那上次借我3万块钱，我也没着急问你要呀。不着急啊，二平，来来，喝喝喝。对，喝喝喝。哎呀，哎，对了，二平，你上次借我那200块啥时候还的？哦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咱们同学难得聚一次会，这是讨债大会啊。行，收拾。都别说了，你看二平借我这3000块钱，我什么时候说过呀？来来来来来。二平哥，你上次来我家拿走我的笔记本电脑，啥时候还我呢？这都干啥呢？这是我这3万都没还我呢，怎么能还你笔记本？来来来，喝喝喝喝。我去个厕所。慢点，你瞅瞅你们几个。我那200块咋弄呀？这有什么事儿啊？今天这桌饭谁买单呀？啊哟！哎，你我这不是刚要回来吗？那是我们帮你要回来的。真是！啥也不说，是干一杯。你们要要回来了，记得请我啊！放心放心，下次该他要3万块钱，你要是200块钱，别急着要。
要不就吃这儿吧，三万。没问题，开吃了。